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《银河历险记》。哦，做的好梦幻的感觉。那这怎么玩呢？哦，可以摸它耶！跑走了。跑那么快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跑跑跑！哦，哇，它可以换位置哎，看看，哎，哦，这什么东东？可以摸吗？嘟嘟嘟，哦，哦，哦，哇，没有东西。哦，可以看正面，可以看我吗？啊，不行啦，不能看我自己啦。看一下这边。哦，没有东西，好，下去啦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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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睡觉吗？这什么东西？飞碟哦，还是洋葱？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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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又遇到这个老人，这个老人呢帮他打造一个机器人，然后获得了一个这个巧克力球，四个人吹这个巧克力球呢，最后这个老人就把他这个巧克力球放到机器人，后来机器人复活了，他拿了一把剑，然后他就飞向太空中，砍了那个大章鱼，把他大切八块之后。这四个老人呢就做了这个像火箭的东西飞向月球，最后呢他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美好的银河游乐 I don't know 反正对的啊，怎么退出退出退出啊，回去啊，星星啊，这喇叭可以干嘛？奶奶，奶 ，no， 好、啊、下来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来，洗澡吗？奶，不洗澡，脏哎，看狗狗，哇，打哈欠，哦。啊，叮叮叮！啊，又爱困，才刚睡饱耶。啊，这里吗？是。哦。啊。哦。超大声！好，到下一关。哇！这路，把射下来，有点像解谜游戏耶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再给我拉回来。不行，走过去哦，要在下面。
对哈，那如果按的话，谁帮我用啊？不会吧，我又卡关了，这得干嘛？喂，我走，怎么走？快点，来绕一圈，哈哈。来，狗狗帮我 ，Let's go。不要填了！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这个懒鬼！哎，这是左右的。那就上下。耶，我又回来这个小村庄喽，去听他吹喇叭。根本是个吹喇叭的游戏嘛，搞什么啊？你可以听吗？那、啊，这里有路哎。哦，大香菇。哦。哇，在呼吸耶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超诡异，超诡异的哦！阿拉丁神灯啊，不要走！拍手拍手，好棒好棒、欸！好像可以下去。
哇，保险套！哈哈哈。